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大家是否希望将你的产品放上全球访问率最高的搜寻为 Google 首页，自然排位展示出来。在这里我们教大家怎从零成本达至这个目标。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的海量数据变化。所谓海量， 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视频，我们要三天不眠不休才可以将它看完。 Google 搜索有200多万，域名增加70个，网站增加570个，邮件服务器发出2000封邮件。我们怎样在这个海量数据里面借助 Google 和 YouTube 这两大搜寻平台，为我们的产品带来希望，让我们的产品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。我们示范一些关键词给大家看，大家在这个页面看到的关键词都可以很随意拿去测试。我们今天试的 Wooden Hippies， 大家在这个页面看到那个数据是210万，因为这个行业比较窄，所以它得到的数据不是太多，但是在全球首页排名第一的是我们公司其中一个关联产品。我们今天讲的全球首页排名，我们是借助第三方的连接，第三方的连接一定要权位够重。我们今天借助第三方连接是 YouTube 全球第三大的平台，亦是全球最大的视频平台。我们今天讲的全球首页排名并非遥不可及，而是近在咫尺。只要大家每天上一些视频去 YouTube， 然后经过宣传推广，慢慢将个流量增加，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。我们现在在 Google Video 的页面看，数据是274000，同一样的关键词，首页比我们霸占了8个，有3个竞价广告，第二页情况一样，竞价广告多了，第三页我们霸占了9个，竞价广告多了，第四页情况一样被我们霸占了，第五页都是被我们霸占了。我们今天讲的全球首页排名是从第三方连接带过来的。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全球化的免费视频平台。所谓全球化，我们是唯一一家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视频平台。我们保证，我们承诺，在大家广告播出之前，我们绝不加插广告去干扰，让观众透过智能手机就可以直接观赏你的视频、你的广告。如果大家对以上情况想进一步了解资讯，大家不妨同我们联系一下。我们是香港唯一一家从零成本帮大家做全球首页排名的公司。多谢大家。